我不能说我自己有多好，我不能说我爱人能够做到什么样子哈，但是哥姐们哈，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不卡了，现在不卡了是不是？但是哥姐们，我跟你们这么说吧哈，就是说只要是带过我家山货的哈，只要是带过我家山货的来到我的直播间的，都是来反馈的，都是来回购的，没有一个说哦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。之前我有一个林姐姐，只有她跟我说过她吃过我家的这个核桃，山核桃，她说核桃很好吃，但是她吃了核桃以后就上火，但这个就跟她自己的体质是有关系的。从那个不是从前，那是林姐啊，林姐她有这么说过，她上火了。但是买核桃的人多的去了，只有她一个人会上火，其余的没有一个人说哦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，我之前我有带过我自己家里面腊肉，我带我自己家里面腊肉的时候，我跟哥姐们说过我家腊肉有点咸，是不是？完了以后我都没有出现过那个啥，还有一个。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，有很多，有也不是说很多，有那么个别一个人两个人会来到我直播间，有可能是同行，也有可能就是说也不知道，有可能我线下得罪了他还是怎么了就会来一个，他是之前有一个人经常这样，名字经常在这里，就说假的假的，他们那货都是假的，那个人怎么样子，我劝大家不要去买了，怎么怎么样子，根本就不好，或者怎么怎么样子。而且不只是来一次来两次，然后阿尔心里面就慌了。哥姐们，真的，我做人我是藏不住事儿的人，我是一个不管说什么事儿我都会摆在脸上的这种，高兴我就用高兴的去表现，不高兴我就会用不高兴去表现，这种我藏不住事儿的。然后我就很慌了，然后我让凡哥去查，我说凡哥能不能查到一个这么样子的人，他说怎么了，我说情况是这个样子的，我说他一直在直播间，可以说天天都来说，或者他今天不来明天也要来说一句，后天又来说一句，或者说几句，在直播间一直在打这样子的一个话。而且他说他买到了又多不好了又多假了，我让他退给我呢，我让他退回来呢，他又没退，知道吧？让凡哥去看后台，他从来让凡哥打开电脑去查他的时候，发现他从来就没有买过我们家的东西，知道吧？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心放在我的肚子里面了，我就没有觉得那啥了，我就知道他就是刻意的了，那我就觉得我心里面就没有觉得说对不起任何人。那他一直在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他就说这个又假了又怎么样子了，那我让他退呢他又不退，对吧？后来去查他根本就没有买过我家东西，而且还不是我们的粉丝，知道吧？爱和实在，真实实在，谢谢。通过那个买了，我只能用微。好，谢谢你们来黑你的，就是刻意的。后来我就知道他是刻意的了。我知道他是刻意的了以后呢，对吧？那我也就觉得无所谓了。那你刻意的，对不对？我当你不存在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当时我是真的认为有可能他比如说有这个可能哈，比如说他买了我家香肠腊肉的，我们香肠腊肉是给他们就是给哥姐们抽的真空发走的，而且都是三五天才能到货，对不对？那么抽了真空以后，可能有可能会存在真空会漏气啊，这样子漏了气以后可能会发展霉啊，这样子的情况，我就以为他是可能是不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了，让他退，然后他也不退，然后就一直在说。后来查一下，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粉丝，也没有买过我们东西，知道吧？这在坏我名声，他刻意的。后来我就不管他了，那是黑粉，不用计较。好，谢谢哥姐们。所以说现在在直播间的下单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现在在，好，谢谢哥姐们哈。所以说现在在直播间的哥姐们，我可以这么说，然后哥姐们以后来做客的话，凡哥可以让凡哥用电脑打开，直接打开一看，我买我东西的全是我粉丝。全部都是认可我的，知道吧？粉丝买的就是占个90%几，路过的买的就是很少，知道吧？真的是不骗人的。为什么我拍了一单加急？好，谢谢。为什么我会做到现在坐在哥哥姐姐面前？我卖的货并不多，但是为什么我的店铺评分会这么高？哥姐们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做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东西哈，好了就不讲了哈，不讲了。来，有核桃吗？核桃暂时有，但是不多了，核桃已经不多了。
马上再过一两个月，马上两个月，再过两个月新核桃都要出来了哈，过两个月新核桃都要出来了。对，还有没有羊肚菌？有羊肚菌，有羊肚菌的，今天成为优质电商达人，点赞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对，哥姐们，你们是不是知道二在抖音来带货还没有带多久，是不是？是吧，哥姐们？但是我现在带货我带出去的并不是很多，但是我回馈的都是好的。然后我现在就抖音就给了我提了一个那个优质电商达人，请家吃坨坨肉。好，谢谢啊，欢迎哥姐们哈，欢迎，所有商货都是在我这买的，货真价实。谢谢莲花姐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跟信任。以后的话啊，以后的话你们有机会来到我们四川，有机会来到我们小凉山，有机会来到我们四川乐山，请记得有一个你们的朋友在这边，他就是阿尔哈，然后有空就来找我玩一下。我羊肚菌怎么卖的？羊肚菌我收1100一斤，119给大家上的车，给大家加了9块，9块是你们自己的那个包装费跟这个快递费哈，哥姐们。然后一单可以挣个大家就是6-7块的那个，除去6-7块的包装费跟打包费，然后给大家挣个就是2米3米啊，哥姐们知道吧。其实带的多多久一般都是挣单2-3米，但这个天麻的话，现在我现在收的这个天麻的话能够挣单4-5米。我问你不说话呀，没有，姐姐还是哥哥，可能你那个啦，可能你问的话被屏蔽了，我没有看到哈。我看一下，你这个是9193，对你的话几天到哦？你说几天到是不是？看到了，一般都是3到5天可以收到货哈，坐等安心收货就可以了哈。你能不能亮一个灯牌啊？谢谢谢谢。对，没有亮灯牌的我们亮一下灯牌啊。天麻炖什么好是吧？天麻你如果说是经常痛痛的啊，你如果说是经常这里痛痛的晕晕的，晚上翻来覆去不好睡的，你蹲在地上蹲一会儿起来眼前一片昏暗天旋地转的，那么你拿回去最好最好拿回去包鸽子，对你这个痛痛的晕晕的，然后蹲在蹲一会儿起来天旋地转的这个很有用哈，知道吧。然后蹲那个蹲鸽子蹲老母鸡哈。今天吃的羊肚菌很好，谢谢，喜欢二性格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其实没有，我这个人是一个属于怎么样的人，就是说哥哥姐姐们跟我相处久了，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直性子人，都会喜欢我，跟我做朋友，跟我处朋友。但是说就是刚一开始跟我接触了2-3天这样子的人，他们不会喜欢我，因为我性子太直了，知道吧。我是高兴就是高兴，不高兴就是不高兴，不乐意就是不乐意，我就属于这样子的一个性格，所以他们就觉得哦，你有点强势了或者这样子，知道吧。什么时候上羊肚菌你想买啊？我看一下我现在能不能中控商品，我看一下我现在能不能给你加哈，加到了，我给你上到了，那你就自己去带哈。不是天麻，我们就是性格和我一样直性子，我很喜欢，谢谢谢谢。好，佛前一朵莲，来姐姐你去带啊，二号链接你去带哈，你带到，尤其是我家的这个，我家天麻跟我家羊肚菌，你们带回去以后，你们一定会来找我回购的。刚刚天麻没有付款，赶紧付款，有好几个没有付款的哈。然后我们还是很温柔的，好吧？没有，我温柔的时候很温柔，我不温柔的时候我也很凶，我凶起来会让人害怕。心直口快，但心软不要说了，心软这个是个病，真的，心软在我身上真的是个病，我心太软了，我不管多生气，我不管气成什么样，哎呀，跟我说两句好话或者怎么样，我都觉得应该放过，就会过了，就是这种性格。对，刀子嘴豆腐心，哎呀，我妈都会说我，那个，来了啊，我给你，那个了啊。
没有付款的，天马还没有付款的，你们抓紧时间去付一下款，我也不踢你们哈。要不这样子吧，啊，我们天马也跟大家讲这么久了，最后从头到尾跟大家讲五分钟，好吧？那不讲了，天马就下了。不讲了，下了。不讲了。我是怕现在有新进来的人，他没有。五分钟我也不讲了哈，哥姐们。你们没有去，还有几个没有付款的，这几个没有付款的，你们直接去付一下款。我们那个谁可以的，我们到时候有走这个，我们是看因为我们当天去跟他谈到那个快递哪个便宜一点，我们就发走了哪个。有的时候本身我们想12点发，那个啥等不及，他那个很忙，我们就会换哈，知道吗？温柔起来也可怕，来，还没有去带的啊，抓紧时间，或者还没有，刚刚还没有付款的哈，刚刚付款还没有付款成功的还有几单哈，还有几个没有付款成功的，那么你们那个你们抓紧时间去带一下哈，拍过了那个祝福你和十三幸福，谢谢一朵那个一朵莲，谢谢姐姐，谢谢。然后以后你们来到四川乐山这一块的时候，请记得有一个朋友阿尔在这边，你们可以来找我玩啊，来我家煮点腊肉吃，来我家喝口水再回去哈。来，还没有带的，我还没有带的，你们抓紧时间去带哈，159哈，159带到的是250克哈，哥姐们，真真实实的一个山货的乌天麻的话，159，你们现在带到就是赚到了哈，哥姐们。直接这么跟你们说哈，现在带到就是赚到的哈，没有去带的抓紧时间去带一下哈，抓紧时间去带一下。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啊，你想来我这儿玩，好，欢迎欢迎。还有一个事儿哈，还有一个事儿是最最最最严重的一个事儿，给大家说一下啊，天麻280一斤我已经收不到了，要涨价了哈，归根结底就是要涨价了啊，不瞒任何一个人说，之前人家说300，我管我要300的我不收，管我要320的我不收。现在我又跟要跟那个狗皮膏药似的，我又要返回去，又要去收了，知道吧？因为收不到了，这个价格要涨价了哈。你们现在在我直播间能够带到159、250克的话，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山货乌天麻的话，你们带到就是赚到了哈。刚刚有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，很多在我公屏上飘的。某些人卖某某人某某人，给我们带的199，某某人某某人带的189啊，这样子的。但是我不会去黑任何一个人，他们给你们卖的199的、189的，如果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山货的一个乌天麻的话哈，不贵的，你们不用退啊，不用退，天麻可以的。以一句俗话说得好啊，天麻泡酒什么都有，但是你拿回去你要泡老白干，你也要拿回去洗一下啊，因为你看我也摸过，农户也摸过，晒的时候有的还放在地上晒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我们拿回去要洗，洗了之后你拿去泡老白干就可以了哈，半斤可以泡出5到10斤老白干哈。没办法，收获中国人太多，他就涨价，对，没有办法啊。但是我跟哥姐们是说好的，这个我现在为什么要带你们这个，我们都没有办法收到了。阿尔如果像别人一样的话，阿尔这个东西的话，我今天照样可以带你们199、189，对不对？我就直接说，我直接告诉你们，我这个我都收300、320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，阿尔前几天我没有直播，前几天我去收来的，还没有给大家卖，还在。但是我收来的是280一斤收来的，所以我给大家带的半斤159，280一斤，半斤140，对不对？加上平台扣费、纸箱包装，和我们的就是这个邮费，对不对？哥姐们，是你们的邮费，你们的快递费，除去你们的邮费快递费，我一单能赚大家4块到5块哈，不瞒任何哥哥姐姐说的。但是哥姐们，你们要是觉得阿尔一单挣了你们4-5米，觉得我挣黑钱，觉得我挣太多了，那你可以不用去带。但是159是一个很平民的价格啊，跟你们说一下啊，真真实实的山货乌天麻，品质啊，品质给你们做到最好了。但是啊，价格给你们打了骨折，品质是没有打折的，品质给你们做到很好很好了哈。价格我是给大家已经压得很这个了哈，哥姐们。因为为什么我要压这么低？因为哥姐们很信任我，很支持我，那么我要用我的行动去回馈我的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知道吧？还没有去带就抓紧时间哈。好，刚刚就又有一个付款了哈。没有去带的你抓紧去带一下哈，以后这个价格啊你是带不到了的哈，一直都有带付款，一直都有带付款，就是
进去几个人再付款，然后付款成功的几个人又进去几个人哈。好了，不讲了哈，这太少了。其实没有哈，哥姐们，凭着良心去说话的话啊，如果说，做这个就是说实体的啊，或者这是这样子的话哈，哥姐们，凭着良心去说，一旦这个你们我都跑去给你们就是。给你们跑路，对不对？跑路，我去跑路，跑一单去实体去挣个几块，真的是很少。但是啊，我在开着直播，在给直播间带给大家的话，我一单挣四五米、五六米，那么我十单我就可以挣四五十米、五六十米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，哥姐们？我把它卸了哈。啊，好吧，跟大家说，我把天马星卸了，我们那二的休息一会儿，我们待会再卖，好不好？待会儿卖别的啊。冰冰姐姐，你那个微付不了的，你可以抖音付的。抖音支付点开那个，我去过去把它下了啊。好，还有谁没付款吗？我刚刚是看到好多个没付款，我就对啊，后台你是看得最清楚的。是啊，但是我也不去踢了，我们直接下架了就行了嘛，好吧？刚刚都有两个没付款的，现在，哎，不是，刚刚有四五个没有付款的，现在有三个已经去付了款了。哦，那相当于还有两三个没有付款。我想让你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以。那先下了，待会要卖买多少，待会我们再上，好吧？嗯。别的直播间早就199是不是？你们良心是对我对得起任何一个人，包括隔着屏幕的你们，我是对得起你们的。我一开始去收的时候是260去收的，那个时候别人都没有收260了。但是我为什么去收260？因为在我的村子，我这个村子，凡哥带下阿林，就我在收这个山货的时候，还和阿林没有人在说来在抖音卖的，有很多就是平时的话有老板进来，之前有一段那个不是阳了个阳以后嘛，就没有老板进来，知道吧？要么外地老板进来收，他们收走了，就我们也收不到那么多，或者说这个价格收不到，知道吧？人家老板出的比较高，知道吧？然后是因为我自己在收，所以我就把价格给你们控制，我从260开始收，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加十块270，270没有办法了我又加十块280，这么去给哥姐们去做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今天晚上太牛逼了，真的，看一下，太牛逼了。反正我觉得阿乐现在就是卖山货，就是比以前厉害很多了，会讲了。我一直都很厉害，好吧？就是现在比更厉害了。我一直都很厉害。其实，你去带东西、卖东西的时候，我不需要去讲那个什么样子。我们要拿出自己的就是真诚的一面去，跟就是直播间的哥姐去聊天的。我其实不是说我非得我要把这个东西硬塞给谁，硬塞你是塞不了的，知道吧？嗯，谢谢阿尔。做一个真真实实的，你讲真真实实的话，做一个真真实实的人，别的直播间199，他的收购价是180，180是半斤吧？今天视频拍的真好啊！今天视频拍的真好，拍的好啥呀？我在那儿做饭，他还在那儿拿着个手机在那儿盯着，就是、打个下手都不会。谁拍嘛？你是不是打个下手都不会吗？哪里我会？不过他自己剪了一点，我会起火。你有没有把我骂你的剪了？啊？啊，没有哦，又都是你很漂亮的，我都是剪你很漂亮的剪在里面，真的赚的不多，良心付不了，什么付不了啊？明明说什么付不了，他微付了他，微付不了的，嗯，微付不了，你用抖音呀，真的赚的不多。其实我作为一个事务说生意的哈，其实赚的多赚的少其实都是小事，主要的是这个东西它值不值这个钱。即使我一分钱不赚，但是这个东西我收贵了，那也是要卖贵。今天直播太恩爱了，没有。今天刚进来卖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刚刚在给大家带山货的乌天麻，卖乌天麻的，然后有已经全下了，全下了，没了。我们因为蔡老板卖了一个小时了，我刚看了一下，你都卖了一个小时了，我就把你下了，就休息，我让你休息一会儿。那我们待会可以在直播间问一下家人们还想要什么啊，对不对？可以啊。或者说我们可以问一下家人们今晚上想要用什么做福利，或者说他们说不需要的话就算了呗。今天拍的真好，爱漂亮，还愿你说吗？我没长眼睛吗？哎呀，他们都说你好漂亮啊。
我知道他们都说我的头发剪得很难看。不是哥姐们，我知道我自己不漂亮，但是我也知道我自己不丑。为凡哥的视频点赞。对，大家没有给视频点赞的好不好，没给视频点赞的给视频点个赞好不好，然后没有给主播点关注的给主播点个关注好不好。我跟大家说，这个是我们的直播间，是真真实实的直播间，我们卖货也是真真实的卖货。那么前两天像我朋友哈，我朋友来阿乐这边跟阿乐订了很多腊肉，然后以后他也想把阿乐这边的腊肉想办法把它就说大量的卖出去，这样子阿乐以后就是收入会更高点，他就离蔡老板越来越高了，他这里离蔡老板真正的蔡老板越来越近了。这话说的，我当以后可能也不能叫蔡老板。蔡老板我都当了大半辈子了。没有，以后可能不能再叫那个蔡老板，以后要叫蔡总了。蔡总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是总？头发一样东西。什么是总？什么是总？就是公司的大老板呗。你以后就是可能叫别人蔡总了。那你要叫我什么？我叫你，我还是叫你老太婆呗。在那边蔡总的时候可能是老太婆了。不，我错了。你要叫我什么？美女。对。那飘啊，不要提前做福利。好的哈。以后做福利的话就给他限单，限十单就不多啊。其实琼姐其实不知道怎么说，其实我们真正我们打广告的时候，我们一次都花了几十万，真的在二直播间做这些东西，一次福利就几千块钱而已，有的时候甚至就几百块钱，其实也没什么。十三有摩托驾照吗？有，必须有的。以后叫蔡总裁。哎，总裁，蔡老板，你变成总裁了。别裁了吧，我不好意思。昨天阿尔发火，本来想走了，今天看到视频又喜欢阿尔了。阿尔是直性子哈，四川的辣妹子哈。现在两三天。